好来喜新款授权奔驰 SX 1538型儿童电动车功能介绍。一、仿真仪表盘，盘内带 LED 灯，造型逼真，新颖别致。二、仪表盘上带有电量显示器，可显示出电瓶电量的使用情况，以便及时充电。对电池起保护作用。三、带有 Mp3 接口，可连接 iPhone、iPad、Mp3、Mp4 等各种音乐播放器。四、音乐播放器功能介绍。五、车车带有低电报警装置，当您宝宝爱车在外玩耍到没电的时候，系统会自动提前报警没电。六、电源一键启动按钮，电源启动按钮一改以往古老的旋转钥匙启动模式，宝宝们只要轻轻一按红色的开关，就可以启动车子的电源。七、手动遥控转换开关，当宝宝需要自己驾驶时，切换到手动模式。拨动方向盘右下侧的杆子，往上拨是前进，踩下脚踏开关，车子往前开；往下拨是后退，踩下脚踏开关，车子往后开。当需要遥控时，切换到遥控模式，往前往后，往左往右。八、高低速切换开关，大点的宝宝驾驶时，可以使用高速的模式行驶，小点的宝宝可以使用低速模式行驶。九、方向盘造型同整车造型保持协调一致，方向盘左右两边各有一个按键，按下右边的按键能发出时尚动感的歌曲，按下左边的按键是嘟嘟喇叭声。十、自主研发且申请专利之一，发光轮，轮子内安装 LED 灯光，方向盘左下方配有控制灯光的开关，打开开关，车轮内的 LED 灯透过镀膜刹车盘的折射和扩散，加上轮毂刹车盘的点缀，形成一道独特的风火轮景色。十一、四轮避震功能的新加入，即使在崎岖道路也能舒适驾驶。十二、自主研发且申请专利之二，手拉推杆功能，车尾分别配有两组小滑轮，车头底部配有拉杆，拉杆可翻转内外，翻转外侧就可以使用便捷的手拉推杆功能，让爸爸妈妈们不必因车体笨重难拿而发愁。十三、自主研发且申请专利之三，采用自主研发概念型方向盘，具有电子转向自动归位功能，最大程度上提高了宝宝玩耍车子的安全性。宝宝们在转动方向盘，在忘记转正的时候，车头会自动帮助宝宝转正归位方向盘，使车子能按照正确的线路行驶，让爸爸妈妈们再也不必为宝宝单独驾驶而担心。十四、2.4G 遥控器的加入，使车子在遥控状态下，功能的发挥可谓是锦上添花。遥控频率1:1功能，避免了其他厂家车子的遥控
一对多的烦恼，让宝宝在遥控玩耍车子的时候避免其他遥控器造成的干扰。遥控高低速的加入，使车子在遥控的状态下也能轻松选择，控制车速，驾驶更为激情。急停功能的增加，让驾驶的安全性更为有保障。15，车身配有仿真设计双开门功能，车门内侧有一个按键，轻松一拨就能自动打开车门，方便宝宝进入的同时也增加了趣味性。16，动力方面，采用好莱喜定做电池，双驱两个6伏7安的电池，12伏强劲动力，带给你宝宝最舒适的驾驶快感。17，安全座椅，我们采用全新 PP 材料打造而成，环保无味。座位放置卡槽，然后往前下方卡口处用力按下，卡住即可。此款车功能特点全部讲解完毕，好来喜感谢您的支持。